欢迎大家来到无脑健康站，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？就我比较不喜欢他情绪前面加负面两个字，因为情绪它就是你本来就应该有情绪，它没有对错，它是一个很主观的经验。你觉得开心就是开心，即便你觉得它可能好像也还好，但是因为这个情绪，你后来做出了什么样的因应方式，它是有对记得准时上车，我们一起到无脑健康站。